来这边看一下 ASH 对阵 SAO 的第二局下半场，上半场打了个平局，这把杰克带的是传送，传送杰克，传送杰克，你第一刀打中了，你第二刀啊还得看啊，你传送也不是他传送，如果带个张狂我还能理解，这可能是 S 级杰克的一个独特理解啊。我们看看军工厂带传送，我倒是真的没怎么看到，他可能是封窗，军工厂封窗嘛，封窗一刀，封带传送啊，懂了。但是封窗一刀，这里看啊，这第一波博弈香水下板很稳，调试很稳，但这地方要吃一刀，看吃实体刀还是误认，吃实体还可以啊，这个调试的走位然后都是比较求稳的，没有给太多的机会拉过去，机械师外面双修调香师，他这个天赋是带了插刀加速，带了抗性，没了，死了。我觉得这个抗性没有必要吧，他带了那个愤怒和困兽之斗，哎，去对抗这个咒术师，咒术打咒术用的，打咒术意义也不是特别大，因为咒术的小咒术的小姑他点你一下本来就没多少，对吧，大姑也轮不到你的困兽之斗，他这波点点确实有问题，他其实可以多点一点，就是那个叫什么走地加快，那个叫啥玩意，追猎是吧，不是追猎，就走路加快哦，就开局那个狩猎本能，对他，对我也蛮喜欢点那个的，节奏好，他这把节奏好，对，还行，特别一节奏好就想浪一下，这地方这边灵院，哎，无伤救了，灵院，哎呦，过一刀误认，想打一刀佣兵没打到，佣兵一个弹，这下膨胀了，他不膨胀没一点，这一波他如果说打一个双倒的话，基本上他是稳坐平局三杀很有机会的，但是。这样一波无伤救的话，佣兵还能再救一波啊，或者说佣兵就不用救，卡在那边，外面机械师在修的双修，对，有点浪了，这波直接拉出来了，你既然这样，你原杰克你还想拉，原地手势打个双倒每次自修行了，你干嘛，他想要，他觉得他倒得快嘛，然后想把这个优势扩大，我排到了个牛仔，我吐了 S6 的牛仔，哎呦，你好好搞，我这边继续看，跳了，拜拜，好，拜拜拜拜。目前来看佣兵，因为机械师在外面就是四台机起跳的，好，这边机械师救人，这个机械师救不下来，一刀误认，是不是实体刀，不是，救不下来，好，机械师倒地，这个机械师想要救人太难了，除非你偷偷的悄悄摸摸的眯过去的那种啊，但机械师救人的话他也不影响，说实话是不影响的，这波救下来嘛有机会三跑，但是由于电机差的还是有点多，三跑的一个可能性也不高，只能说现在就是机械师这个娃娃这台电机能不能亮掉，如果能亮掉呢，这把求生者保平还是很有机会的，佣兵这边已经贴过来了，娃娃这台电机差多少，哎，这里一刀无刃躲掉，追过去呢机械师那边可能要被偷，一刀娃娃打掉，哎，这里没有偷，在这里卡着，那这波娃娃被打掉有点伤啊，没有搏命的，再打，好，这里过来要打架打团了，挂上屠夫，这把平局起步，一个上怪飞的机械师有机会往三杀去，好吧，有机会往三杀去，看看这里佣兵的电机已经压得差不多了，咒术师过来救人，咒术师这里怎么说，贴贴贴，吃一刀，实体还是误认，误认打，打中的是机械师，亮亮完，由于小房这边的板子是没有用掉的，这边可以帮忙下个板，那你杰克这个地方你不踩板我就在这边跟你耗着了，想要打一刀误认，想要打到误认，这刀误认很关键，这刀误认如果能打中有三杀，打不掉这边踩板子，娃娃放掉，一刀误认打中，漂亮，有传送，看一下咒术师应该争场，他得跑地窖才行，那边佣兵也不敢开门，两边不敢开门，两个人都不敢开，哎，我们看一下这里娃娃是有耳鸣，先看一下小门月亮门，没有人传，传了以后那边扑了个空，反走过来连耳鸣都没有，一刀误认甩进入隐身，佣兵这个地方要看，由于有一个娃娃的耳鸣的干扰，我们看一下这里去找咒术师，不好说，这局不好说，求人者其实应对的已经比较不错了，杰克确实打得很好，但是那波无伤救人比较伤，
后面是慢慢翻了回来，我们就看这一把能不能再多留一个，多留一个就很有机会了。因为这边有个娃娃，他其实蛮干扰耳鸣的。佣兵在开门了，佣兵这个门已经开一半了，好像能开掉。现在误认在手上面，误认在手上面，是要误认要提前挥误认，哇，打中了，可以。佣兵只剩一个护臂，弹，哇，这个门真的只差一丝丝，三杀，漂亮。挽留还差一会儿会儿，这里门是点开了吧，你还不走，想要保平那得把这个挽留拖结束。误认这刀没打中，但是感觉在玩火呀，有一个孤有一个孤，走了走了走了，三杀可以了，还想拖还想拖，想把佣兵的自摸拖起来，佣兵如果能自摸起来，挽留是结束的，有机会躲一刀误认就能跑，看看能不能起来，能不能起来？这边提前挥误认还怎么说？挂上了，可以，漂亮！这波三杀，从那个机械师被防下来开始，然后机械师的娃娃那里，其实刚才机械师娃娃在被追的时候，如果佣兵能够把机械师偷下来，让机械师拉开，拉得开一点，可能更好一点。好的，我们稍事休息，看下一场。